大家好，我是大连。这两天很下雨了，一直下不停，连着下了有3天了。前两天不是这个厨房里还有卧室劈了劈墙嘛？因为厨房里一直就是那破柜子，那就是俺妈跟俺姑结婚那时候的老柜子嘛。那柜子糟了，一放东西来，它就是里头容易生虫。前两天我给市区订了一组就是橱柜。铝合金的，还有一个那个大板子。正当现在不下雨了，现在是预报的，再有2个小时都有该下了。我现在开着摩托三轮去市区给柜子拉回来。路途比较遥远啊，老表你得走好。好，走吧。去垫俩雨衣吧。没事儿，2小时够回来了。我这速度不中了，那走走走。我说恁家有雨衣没？有帘没？帘？没有帘吧？恁他们恁就在跟恁嫂子的回来了。中中中，叫我搀搀，我去拉拉柜子。中啊！要给把雨衣拿过来。你这等会儿烟都差不多了。这雨衣拿着，先走走吧。好。没有了，加点油。多结实啊，跟网网的。啊，这凉快。好，好，好，快点。陈总说你知道电梯是哪间铺子的陈路边儿。慢点儿，把烟都收了。有点低吧，他。好，接受。这你都是贴贴啊，都贴。你这东西搁那桌子要不挪出去吧？搁那哪个？八五六。消毒工是放这个。放不六。放不六。你这事儿。你消毒柜搁上头了不？放这六。放这六。啊，放不六。放不六。嗯。咱都聊生活了，放不了，放不了，放不了，啥？放不不中。啥门儿？那啥门儿？还有小鱼儿。中不中啊？中了。哎。多少钱呢？哎。你猜猜。我猜猜。嗯。这一组得600，1000的那个。是不是、啊、说多了说多了我这一种400啊你看在这多少钱我会猜猜这多少钱啥猜猜猜猜案子400一点都不少几年了人谁也给你了
毛了篮子还没买了，俺是就是准备拉了，往回拉。啥了篮子？嗯，比这吧，比这长。比腰真长啊，腰真长能啥的呀？要一米六就算是吧？啊，不要真长。一米，你个大秃子呀！一米六，前前脚四十八，你还没别听哎？毛了。短一点吧。短一点，短一点。嗯，一米半以上。嗯。一米半，四尺八，一米六四尺八了。没有买房吗？没。我买房了，一桌整的。买。我啥东西啊？我快抢了，别挂手了，别挂手了。行吧，行吧，咱按上了，行行行。翻过来，我去拿剪子吧。再来。够吗？还铁杆子嘞！咦，这可真不赖呀！这件包钱包没有，差了吗？有。你看，你看，多少钱木这个木的？喝不能自己喝。我来啥呀？让老点说，你找点去。来了。来来来，捏到那边。哎呀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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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太小没办法。来来来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你看，我可铁了，我。啊，别，你看这脚磕的。要给咋要磕的？就是。那他多还是咱好？我这么整整整八个的。你要占山顶着里头，跳吧，这不是好跳？哎，吃到这他都不想，今天吃今天拿我桌子。干嘛？你别搞手了。妈呀！没了，就咋这啥？嗯，没事，我输了。这钱。那要吹屏吗？是不是？反制，一二，哎，这新老头了，好好。哎呀，这些都是不好接，不好接，接了都难了。这俺们一个对着对，打完了，就管他打不打不打，别在那上钱了，不管了，别上班了，你别打了，还得审俺们，这是这样的糊涂，哎，别别别，咋弄啊？哎，转啥弄啊？丢了，管来来，给你，对不对？啊，先把链子，先链子不先，不先，哎，起来吧。你这可能，你这他俩找手扶的。你出门那两天抠着我，抠着你，老子不安我那个了，心里不精神的了，你说是这样？你骗你骗人！你先把钱啊，我老子还是不。